那这几年流行什么呢？又流行了 Y2K 的穿搭。请问一下，这个 Y2K 在哪？也是那个年代，皮带有。对，那个年代，以前只要带这种透明皮带，多庆啊！而且粉红色的也算是颜那时候的颜色。对，这一套算是比较经典的。以前是豹纹，但是就是蟒蛇纹。蟒蛇纹前几年也很流行，这个很好看。我们要看看他们的 Y2K 搭扮是什么样的啊。